生命之书，365天的静心冥想，作者克里希纳穆提。变成就是一种竞争，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一种变成的过程。假设我很穷，便自然会朝着致富的目标前进。如果我很丑，会想变得美丽一点。因此，我们的人生永远处在变成某种状态的过程里。然而，不论我们想转变成任何一种境界或状态，里面都有责难、反应、定名和存档的活动。因此，变成就是一种痛苦和竞争心态，不是吗？这是一场无止境的挣扎。我现在是这样，但我总想变成那样。